它呢，我觉得算是一个造型用。你看我放掉之后，它的松紧带是整圈的，所以你只要把它拉开，它都是大家都可以穿搭。你呢把它绑好就好了。胸前的这一些这一堆我最爱了，我觉得就是像有点小公主的感觉。这个手呢是完全透纱透肤的点点，然后完全不闷热。夹口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宽大，不会让大家觉得闷热的感觉。里面呢，我有做一个内里给大家，非常的舒服，而且这边就帮你做好铺好，也不会掉下来，也不会过于裸露。然后后面他也做了这一片领子，也是妞儿非常非常的喜欢的，然后非常的飘逸。然后我觉得他这个白色，他就是偏那种带性调，所以他穿起来会非常的温柔，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甜美浪漫。如果整件都白色，有可能看起来就会觉得好像太白太刺眼。他是做这种雪纺的料子，所以非常的亲肤舒服，而且柔柔滑滑的，不会刺刺痒痒的感觉。尤其是你跟我一样，就下半身有点皱的女生，我现在穿的是浅色哦，穿浅色也绝对不会超美。